话，依照压力值的不同，可分为三种等级，分别适用于腿部塑形、预防保健以及重度状况的专业使用。在选择时，可向医师或专家咨询，不可随意增加压力指数，以免造成反效果。市面上的压力袜品牌众多，在购买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参考依据：第一，是否以毫米汞柱为压力值的计算单位；第二，压力值的分布是否由下往上递减；第三，足跟必须是 3D 立体弧形织造，并依不同的袜型而有不同的压力值建议。千万不可随意穿着，否则很有可能造成下肢血液循环不良、紧绷酸麻等反效果。